多拿几个过来呗。行，多拿几个剁过来，咱就一次性连续打几把，是吧？你就戴个手套。嗯。要不戴手套，那不溜灯，怕你哥呀。没事，看看这。影响视频效果，我操！我包没拿几十斤，我今天几十斤。我的妈！有几十便宜，我操！现在猪肉又涨价，我也和家去俺妈逛啊，猪肉30块钱一斤啊。我这平地的涨50-30斤。我们娘歇业不了多少。啊？